来了兄弟们，我手上拿这条鱼叫吸盘鱼，叫鞋垫的鱼，一般吸附在鲨鱼的底部、轮舱的底部，跟着翱翔世界。如果我拿这条鱼能把这个桶吸下来的话，能不能给个双击啊？有老铁一进来就反手给你个双击了，因为他知道这么冷天拍每个段都不容易啊。哎呦，老铁还给你加了一个小小的关注，双击关注，看我带你干玩。抖音